为了炒作，你捏造事实，说论文造假，害我被学校取消了博士资格，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。罗凯，我苦读半辈子，就被你一条帖子全毁了。我不怕你啊，我不怕你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啊？ 还记得我吗？我儿子在网上募捐，给我看病，你却揪住我开了2号车。说我们家不缺钱，大伙骂呀，唠，说我们连好心人都骗了，没钱治病也就算了，可惜我这一辈子。 本分，到时去落下一个千古骂名。我错开了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呀！跟我没关系了，跟我没关系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为什么要曝光我的信息？喂，喂，大哥，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客户都等着你开会呢。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